这个给你们这些有大福报的人一个掌声，好吧？刚才的掌声是给师傅的，这是给你们的啊。千百年来啊，这个关于地藏法门呢，这个大家误会的很多，尤其在当今这个世上，一提到地藏菩萨，大家都汗毛直竖。有的人甚至说什么，地藏菩萨不能在家里供，也不能在家拜，也不能在家念名号。啊，为什么呢？一念把鬼就招来了，因为他在地狱里面，啊，而这是一大误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空呢，叫末法时期，那么大众都是一知半解，啊，对于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所教授的完整地藏法门，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可能占用了大家的时间比较多，这个一定把地藏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是地，什么是藏。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释迦牟尼整个教法中啊，关于地藏法门它有三部经典，一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啊，这是关于这个释迦牟尼在这个倒立天宫为母说法，这个请来地藏菩萨为母说法，那么这样的一部经典，大家读诵的也基本上是这一部经典。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有另外两部经典，一个是地藏十轮经，还有一个呢是占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地藏十轮经的前半部是释迦牟尼宣说地藏菩萨的功德海啊，他有哪些大功德。那这个占察善恶业报经呢啊，是讲地藏十义，为什么这个地藏菩萨号地藏，地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是释迦牟尼请地藏菩萨自己先说啊，这个说是在这部经中，除了教给大家占察善恶业报这样的一个方法之外，后半部主要讲的地藏实相。实际上地藏实相也是万法实相，叫一实相，一二的一，实是真实的实，一实相。那么我们今天学佛学成了佛门外道，学成了这个末法时期的旁门左道，把个佛法学成旁门左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对一实相不了解，对什么是心不了解，那你就更不了解什么是地藏了。所以说我们这一堂课呢，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但是尽量让大家呢把这个一实相，什么是地藏，什么是一实相，什么是心的内相，内相里面又分真相和妄相，什么是心的外相，把这些搞懂了以后呢，大家修法的时候，修本尊法的时候，一修一个准儿，一修一个成啊。那么还要知道地藏菩萨有哪些功德海啊，他是不是只是在这个地狱里面待着，只管地狱里的众生？实际上这个幽冥众生，你们问问你们自己，是不是幽冥众生，还是你们大明白的众生？我想你们中间没一个敢讲自己是大明大白大彻大悟的众生。那你没有明白，你不是幽冥是什么啊？说是这个教主，幽冥教主，实际上他不是在地狱里面，不只是在地狱里面，他是游行在六道，包括我们人间啊，因为我们也是幽冥众生啊，不但我们是幽冥众生，天界众生是不是大明众生啊？啊，明心见性了就成圣者了，就成阿罗汉辟支佛了。你没有成阿罗汉辟支佛，都是六道众生，说是大家都是幽冥众生啊。那么对我们来讲，跟这个地狱众生没什么两样。 你也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之一啊！说这个幽冥教主，大家不要再害怕，不敢在家里供地藏王菩萨像，不敢在家里这个念诵这个地藏本愿功德经啊，这个不敢称名念诵地藏王菩萨，这都是一大误会啊！这都是邪师说法如恒河 杀众，导致着误导众生，啊，实际上你的 DNA 中有黑色的基因子，那里面都是你的冤亲债主，说不好听的都是鬼啊。那随身业随身嘛，哪里是在你房子里面？它本身就在你这个肉体里面，这个蜗牛壳，你天天背着走的蜗牛壳里面，你这个肉体里面。 你躺下睡觉，他就业随身，就是这个六道众生都随在你的身上，这个包裹地狱道众生都在你的府内。待会儿我们还要讲地藏法的实相，到底怎么样修地藏法才是修对了？说地藏法呢，地藏法门它有四类修法，这个一般大众是不了解的。 普通大众就是拜地藏王菩萨，好一点的用八供、香花，啊，这个水，啊果，啊八吉祥来供地藏菩萨。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没入门做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你连地藏菩萨法门的这个门都还没进。 叫外，在外面求，虽然外求，但是也要求。实际上，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这个释迦牟尼，这在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时空，叫娑婆山三圣啊。我们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三圣，你看我们的大雄宝殿、明心见性大佛堂的大雄宝殿里面，是不是供的这三圣啊？ 中央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左手边供的是观世音菩萨，右手边供的是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要这样的标配？这是标准配置，实际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传承。这个从古到今，佛教界传承娑婆三圣，就是这三尊佛菩萨。 实际上，这个为什么叫娑婆三圣啊？这个世界，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他早已成佛了，久远劫以来已经成佛了。那么，因为他大慈大悲，所以他不舍我们娑婆众生，所以是来化现这个护持释迦牟尼的佛法，啊，做众生的不请之友。 慈悲救度一切有缘众生。那么还有一个古佛再来是谁呢？这个地藏王菩萨。所以是在这个经中啊，这个在《占察善恶业报经》中，世尊解说地藏菩萨过去以功德满足，但以本愿而示现菩萨之身，在无着恶世度众生。 《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这是释迦牟尼的原话：“此善男子发心以来，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久宜能度娑婆若海，功德满足。”功德满足就是佛来啊！单以本愿自在力故，权巧现化，影映十方，身负普游一切刹土。 长期功业，而与无着恶世化异偏厚，一本愿力所熏习故，即因众生因受化业故也。彼11劫来，庄严此世界，成数众生。是故在四会中，身相端严，威德殊胜，唯除如来无能过者。这是与会大菩萨，他是古佛再来。那么除了如来，如来的身，那么没有一个菩萨能胜过这个地藏菩萨的，啊。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对地藏菩萨的恭敬心要升起来，啊，诚信心要升起来。这不是你们认为的一个只是无关紧要的在地狱里待着的一个菩萨，啊，他应化十方。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示现菩萨身，十方应化。在释迦牟尼佛说法时，受嘱咐教化娑婆众生，直至弥勒菩萨与娑婆世界成佛。说是这个称为娑婆三圣其中之一，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地藏菩萨不是个小菩萨，他是跟观世音菩萨等同的一个大菩萨，是古佛再来，啊，要重视。那么待会儿我们用这个《占察善恶业报经》来讲一下地藏的事业，你就更明白这个地藏菩萨的了不得了，啊。那么还有我们用这个《地藏十轮经》来宣讲一下地藏菩萨的功德海。这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的，啊，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菩萨他的这个大威力、大神力，哎，大慈、大愿、大悲啊、大势力，说这些对我们这个众生的帮助是啊不可思议啊，所愿呐悉令满足。啊，是这么的一个值得我们恭敬的师尊，啊，所以大家在修学本尊法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地藏”两个字吃透。那这个地藏菩萨是梵名，啊，他是这个 Kichadi People， 啊，这个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他的这个梵文的这个一起他的拼音，啊。翻译成中文叫 Kichadi People， 啊 ，Kichadi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大地之意，啊 ，People 呢有胎藏、含藏之意，所以是这个翻译成中文变成了地藏，简称地藏。但是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你在理解这个地藏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为什么？你理解的地是真实的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脚下这个大地，你以为这是地藏的地之意，藏呢这变成了一个啊宝藏的意思，啊，是不是？那么地下的宝藏变成地藏了，哎，他在地狱里面待着，这就完蛋了，这就把一个殊胜的地藏的这么一个殊胜的圣号，你把它理解错了。实际这个地藏啊，地藏它的真意是什么呢？地为真实地。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地是什么地啊？是假幻之地。什么叫假幻之地？这叫圣亦有，真实地叫比井空。说这个比井空是法界真实地，法界真实地是无量光尽虚空遍法界的空性明体，同样也是我们心之本体，所以是叫心地之地，并且这个心地之地区别于心妄，而是心真。反过来说，就是真心，一个妄心。真心是什么？真心是远离阿赖耶识、八识的真心。真心第九真心叫阿摩罗什。所以说，大家要理解这个地，是指的我们的心地，是指的空明的心体，是那个真实地。这个真实地有多大？尽虚空什么？遍法界。啊，这就是地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地能含藏，含藏什么？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一切的万有，这个圣义有，都在这个毕竟空里面，都在这个真实地里面。说是这是地藏之意啊，藏为如来，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地，真实的净明心体，尽虚空遍法界，含藏一切有情无情的有情世间和气世间的一切万法于其中，这里包括了色法和心法，都在这个心地里面。这是地藏啊，这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菩萨为觉有情啊，这个叫菩提萨埵啊。觉有情是什么？自觉觉他，自觉觉他功德圆满的是佛，自觉觉他还在行功修德的是菩萨，是不是？那么联系起来，地藏菩萨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要觉醒，同时要帮助众生觉醒。我们的心地法门，尽虚空遍法界，金刚不坏，如如不动，明体真空。在这个真空明体之中，含藏一切万法，包括了色法和心法。色法就是所有的气世间，大家知道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141年宇宙，3000个大千世界，这些都是色法。相对于我们现在的时空，它真实存在，叫圣义有，这属于色法这个部分。那么它还包括我们的意识境界，说是又包括心法，又包括心法。说一切的色法、心法为一切法。那么我们自己要这样觉悟啊，我们也要帮助众生这样觉悟啊。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虚幻的世界，这个虚幻的世界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幻。对毕竟空来讲，如如不动，所有的万事万物，你经历的一切，无非是前尘影像，在之前落下了一点尘，把这个尘放大了一个录影带，这叫前尘影像，无非是前尘影像。既然是前尘影像，你就不会执着于它。说真明白了地藏菩萨这个圣号啊，你每次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你闻此菩萨名真闻的时候，当体即空，即空即明，即明中含藏3000个大千世界，无一遗漏。这就叫文明啊！文是一个门里面一个耳的文。什么叫文明矣呀？文明矣就是说闻到这个名矣了，矣了就是同一个境界了，和这个名号和这个圣号同一个境界了。这叫文明矣呀，否则你文明不矣呀，你还没完没了啊，你没见到实相啊。文明矣就是同时和这个名同体了，这个名的境界证得了，这叫文明矣啊。文明矣，你就出了轮回了，你就安住于在法界明体之中了，金刚心地之中了，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金刚不坏啊。所以大家要对这个地藏啊，这个有一个真实的这个认知啊。那么我们在念地藏的时候是什么？以音声求我，以相求我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啊！地藏王菩萨长什么样？以相求我，使劲喊南无地藏王菩萨，然后以音声求我。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世人的什么行邪道啊？说是大部分人都是在什么，在虽然是在学佛法，但是佛门外道啊，佛门邪道啊，因为你以音声在求地藏王菩萨，以相在求地藏王菩萨，而没有懂地藏菩萨圣号是一个境界，你没和这个境界同，喊破喉咙什么也枉然。所以大家对地藏这个道理懂了，那么再来诵灭定罪真言啊。这个有人说这个不可以灭定业啊，定业不可灭啊，啊，这是释迦牟尼说的因果不坏呀，啊，那现在你说可以灭定业，这不就跟释迦牟尼所说的自相矛盾呢？表面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释迦牟尼所说的因果不坏，是对凡夫来讲的；对大修正者、成圣的人来讲，如果你还有业力，你怎么能够成就解脱道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道？这个圣道门的菩萨道成佛，你怎么去成啊？你无始劫的业力，你光凭今生念几句佛号，烧点金纸，点几根蜡烛，然后燃灯立幡啊，这个香花供养，这就消业障了？那消得了啊？无始劫的业障，你凭什么一生就能消啊？所以是消不了，所以是因果不坏。既然消不了，你就有因必有果，有种子必然结瓜，什么瓜种结什么瓜，南瓜结南瓜，南瓜种结南瓜，苹果结苹果，啊，是不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因果不坏，毫厘不爽的。但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一个窍诀是什么呢？就是你是谁？你是谁？你如果你认为你是张卜生，啊，你有爹娘生你，你有过去七世父母，那你这个因果不会坏啊，定业一定会发生的，种子被你种下去了，一定会结果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张卜生呢？张卜生不是你呢？你连个什么东西都不是呢？说六祖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你为什么会被身心羁绊？你有身见，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为明镜台？你有法执，你有我执，你有法执，然后你就是落在有边，落在有边自然受因果的报应。你把这个人我两执去掉，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心。那么我本身是佛，尽虚空遍法界，无人无我，一片光明。实相的我，这是我，这是真我。安置于这个真我，你哪里有一物啊？万物都在你的妙明心中啊。说是本来无一物，你原本这是个净明虚空一样的，什么都没有的你，何处惹尘埃呀？如果你能够当下正入这个境界，进入自己的如来种，成就自己的如来藏，那你就是没有一个体的，一个真正的金刚不坏心体的存在，在这个上面是无一物的。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我们是这个大虚空了。整个这个大虚空，连地球，连3000个大千世界都包裹的大虚空了，谁可以去染污它？没有东西可以染污它的。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这是地藏菩萨为什么诵念地藏菩萨名号，诵念灭定罪真言可以化空业定业呢？在于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本身闻名以同一个境界，你就进入了心地的如来藏，你就是如来藏，你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净明法体、净明心体，此中无一物也。所有的万有只不过其中的尘埃，自有它的规律。说这个时候连你都没有了，这个谁来背负这个业债啊？你有一个我，你就要背负这个业债，你自己都没有了，谁来背负这个业债？不但你自己都没有了，连这个什么，连这个讨债的也没有了，这里面没有东西呀，因为你在这个净明的空体里面无一物也，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大明净体，你安置在这个金刚不坏的净体之中，你讨债的也没有了。既然没有背债的，又没有讨债的，定业何存呢？这是你说这个因果不虚，这个定业不可灭，这是小乘思想。你要去修苦行，你要去偿还业债。大乘思想是什么？大乘思想从明心见性处起修，一真一切真，然后进去以后没有定业。所以说我们的灭定业真言是加持我们干什么？加持我们安止于空性明体，不退转，不退出来。说是不是要念这个真言，是借这个真言的加持力，借这个加持力体悟地藏菩萨圣号圣名的实相境界。这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说这个灭定业真言，这个巴拉摩林托宁译成中文，这个是一个梵文的拼音啊，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粉碎、摧毁，可以理解成粉碎成虚空，不是摧毁业力，你业力不可摧毁的，你想换因果那不行，是粉碎自我。使自己没有掉，自我黄归业本自是空性的明体，这个把自己粉碎了，业力没有载体了，你的罪业何在呀？说是以靠我们自己这一辈子一点点消业障，你这一辈子能消得了无始劫的业债呀？你这一辈子能成佛啊？说大家要重视地藏菩萨法门的修炼啊，一定要重视这个。为什么？你要想今生成佛，不受业力的束缚，不受业力的阻挠，你一定要好好修灭定罪真言啊！在这个真言的加持力下，摧毁自我，摧毁我执，摧毁法执，达到人空法空，无受者相，无众生相，无人相，无我相，无受者相，无众生相，无人我的执着，无法的执着。这个时候三轮体空和净明的金刚心体圆融不二，这个时候你即是法身如来，如如不动啊！说是幽冥教主，不仅仅是地狱里的教主啊，也是我们这些糊涂虫的教主啊！我们冥顽不灵啊，啊！所以是他教我们什么东西呢？他教我们是觉醒一时相，教地狱众生在那干什么？他看谁痛苦去安慰他一下，不是，他做什么呢？也是在那教学，在众生苦的时候，让他通过这个苦悟空，然后体悟一实相，知道自己原本是佛，不应该受这样的苦。一旦觉醒以后，然后啪嚓正入实相。一旦正入实相，跟诸佛法身融成一个整体，立马就往生极乐世界，出离六道轮回，根基往事根基深者，立马实证一生不出佛。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让我们觉醒意识下，我们的灵本自空明，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没有实体啊。如果我们不觉悟这个实相，那么我们还在无明中，所以说我们是无明的，当然是游明众生啊！你还以为你自己不是游明众生，你跟个鬼差不多啊，你活着跟个鬼似的，迷迷瞪瞪的，稀里糊涂的，甚至还不如一个鬼啊！因为人家鬼还有五通啊，你是一通不通啊，对不对？鬼还有五通啊，除了漏尽通之外，他都有啊，所以我们连个鬼还不如啊！你嘲笑一个鬼干什么？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依然在无明中，我们也是幽冥众生，那么在这个修学中，一定要重视对这个心，即心是佛的这个心，要有一个真实的认知。刚才说这个地藏啊。这个地就是我们的心体，就是真实地，是空性明体，所以是这是心的内相，内在它本有的相，这是真实相。在这个真实相上面，我们为什么看到张卜生啊？为什么看到这个教室啊？前尘影像。你之前认识张卜生，你知道他叫张卜生。你之前来过这个教室，是不是？你知道这是教堂，这是教室，否则你还以为是这个 shopping center 了。这前尘影像 ，shopping center 在上面可以自由喧哗，在教室里要静体安神。前尘影像，如果你现在不坐在座位上，你起来 shopping center， 那你厉害了为什么？破了前尘影像，这叫疯和尚啊，疯道人啊。为什么？你不被前尘影像，不说这就是教室，我要静体安神听老师讲课，你也可以在这 shopping center。 为什么？你把 shopping center 也可以做暗体精神的道场啊，无不是道场吗？无不是法界，法界谁规定 shopping center 里面就一定喧哗了？谁规定教室里面就一定必须安静了？这都人规定的，前尘影像啊。你习惯于这个样子了，这个习惯就完蛋了。修法是活泼泼的，所以济公活佛给我们示现了一个疯和尚。很多师父成道以后，示现一个叫花子乞丐，包括释迦牟尼最疯了。放着皇帝不当去讨饭，对不对？也是个疯子。这就是什么？不受前尘影像的束缚，突破了。这个前尘影像是妄心，是我们真心体中影现出来的妄想、妄念。这个教室谁布置成这个样子？妄想、妄念。我们觉得这样布置教室一正庄严，这样布置坛城一正庄严，这是一大妄想。为什么？十相法界里面无一相也，空空明明，空空如也，金刚不坏，这些都会坏的。说是不是一大妄想？一旦妄想，众生认同这个妄想，就变成共业。大家就觉得这个法堂一正庄严，这样才一正庄严。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就不好看，就执着，非得去找这样一正庄严的讲堂来听课。找一个野地里，你就不想听课了。这就是什么前尘影像，这是妄想妄念。我们新加坡建成这样的一个国家，建成这样的街道，建成这样的高楼，一大妄想。正是这工程师、设计师的妄想，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新加坡国家，现在的新加坡世界，不是吗？如果没有工程师、没有设计师的妄想，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吗？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活在一大妄想的世界里面，并且在这个妄想上面拼命的增加妄想，而没有回归空性明体的实相中去安置。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然后很多大富长者给他做讲堂精舍。后来后世的阿育王也给他建了很多塔庙，梁武帝在世也盖了很多佛寺。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在哪儿呢？前尘影像啊，无非是空中的一个妄想。既然是妄想，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必定还从因缘灭。当因缘不存在了，你今天去释迦牟尼修道的地方，阿育王建塔寺的地方，看的都是一堆破烂儿，断壁残垣呐。在哪里呢？那么你今天又追求什么庙堂之高、佛像之雄伟壮大？这不还是在做一大妄想吗？这种妄想怎么能够引导众生回归实相呢？众生如果回到这个静心明体的空明法性之中安止，不需要任何的假象来添累赘啊。说是心内相，心有二相：真相、妄相，这是心的内相。那么心的外相，外相是什么？我们张开眼睛看到的新加坡，睁开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飞机在天上飞，卫星在天上转，这都是假象。这为什么是假象？因为过去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没有啊。未来人类不在地球上了，这些东西没人操纵，也都没有了，这是哪里会永恒啊？既然不是永恒，是一大幻嘛。只不过这一场梦做的久了一点而已啊。整个人类啊，今天的教育使我们执着妄想，执着假想，追求妄想，追求梦想，追求假幻，错得离谱，而没有回到自己的实相真心里面去。明体空性，金刚不坏，永恒不灭。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个圣号，当他响起的时候，闻名以你的心能否当下空明正见，无人无我，一片光明。这就是地藏法门的要害之所在。所以我们即便修一个供养部佛法，你在拜偶像地藏王菩萨的化身的时候，你能不能闻名以啊？你还是着在这个相上，着在这个相上，你就是世人行邪道啊！以相求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吗？这是《金刚经》的试金石啊，试金句啊。所以大家要明白地藏法门、地藏菩萨这个圣号闻名以的重要性。说你拜地藏菩萨，要没有地藏菩萨，在无量光中拜自己内在的地藏菩萨，拜自己的心体，这就是供养部佛法的实相。那么众生大都现在世人行邪道，都是拿香蕉给地藏王菩萨吃，他吃香蕉吗？我跟你们讲，他辟谷，他啥都不吃。你们不要以为地藏菩萨又喝水，这个又吃东西，他不吃，他辟谷，啊，他是天上神仙，他不食人间烟火，连水果他也不吃，啊，他在这个火星上吃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 进法界，他都在火星上，他没有水果吃，他吃吗？饿死啊！可是你开什么玩笑？那么我们供的水、供的水果、供的花，这些给谁呀？护法神，有天龙八部，有地神，有空间的护法神，他们在护持地藏菩萨，护持圣者。真有地藏王菩萨，是他的报身，在色境净色界天。 色界的净色界天的十报图里面，有他的一正庄严的报身存在，所以就是真有地藏王菩萨，不是假有地藏王菩萨，不是地藏王菩萨的体，心体是这个样子，心体是法身，诸佛菩萨的法身同一法身，都是无量光，都是金刚不坏，报身不同，报身是以他。 这个在因地修行的愿力和修行的功德化现出来的功德身，阿弥陀佛长阿弥陀佛的样子，地藏菩萨长地藏菩萨的样子，释迦牟尼长释迦牟尼的样子。虽然都有32相好，80随形好，哎，但是模样不一样。就像我们人类72亿人，没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72亿啊，海量的数字啊。 诸佛菩萨也是海量的，也没有长一模一样，啊，否则的话你这乱拜，不知道拜的哪一个。人类也是这个样的，这么多人类哪有重样的，哪有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功德报身不同，真有功德报身。我们通过这个相身拜到他的功德报身，得到功德报身的加持力，这是供养部佛法的实相。 佛像必须开光。作为一个地藏菩萨的化身，啊，化现这个菩萨啊，处处尊。那化现的，如果只是个石头，只是个铜器，没有开光，没有地藏菩萨的分灵化光在，那这个是假的。你拜的一个石头，拜的一个偶像，是人行邪道。 这是供养部佛法，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在这个第二步是行部佛法。行部佛法修地藏法门的时候，是用地藏菩萨的心咒护住自己的不死明点。我们不死明点是灵根，在相关课程中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灵根往外透光照出的时候，外面是蜘蛛网一样的一层一层的石网，就是阿赖耶识。 你今生的记忆和过去生世世的记忆打成的结，一个一个的善的结、恶的结，那么里面都有录影带，用这个星光透出放影的时候，都可以放出影像来。所以说，我们此生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明点儿，这个不死灵点外层如果没有一层护轮。 我们就顺着因果业力的缠缚去转世轮回，在六道。说行部佛法是修诸佛菩萨的心咒，用此心咒护住自己的不死明点儿，就是明点儿一放光，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是地藏菩萨的心咒。地藏菩萨的心咒，结果是你一相应，你就去了地藏菩萨的净土了。 就到他的这个十报土中去了，在他那儿修净土法门，然后不退转，直至成一生不出佛。啊，你修阿弥陀佛心咒就去了阿弥陀佛了，你去药师佛的心咒，他去药师佛。他说：“老师，那你这个今天教一个本尊，明天教一个本尊，那我这心上到底有多少个咒？一个咒不好使吗？” 就多搞几个咒嘛，对不对？要108尊呢、啊，文武百尊呢、啊，都在那儿。碰巧哪一个就好使，就带你去，也不推转啊。他们都是成就的大菩萨，成就的佛啊，都有净土啊，都有十宝庄严土啊。那么你碰巧哪一个，你死的时候一放光透出来啊，这是药师佛的，跟着走了，成功了，去极乐世界了。这一碰巧碰到药师佛的，成功了，也是去药师净土了。你们不要有高下之心呐、啊。这个有一个好问菩萨，这个问释迦牟尼，这个将来释迦牟尼涅槃以后，谁来主事儿？众生依什么？这个来修炼？释迦牟尼说：“我请地藏菩萨给你打。”这就是《占察善恶业报经》的缘起啊！这个菩萨很不高兴，说是佛啊，你今天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通常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你都是自答，今天凭什么让一个菩萨替你答呀？意思是我问你，我那个地藏菩萨算老几啊？这个他是个菩萨，你是佛，我当然请佛高啊，菩萨这个低啊。而释迦牟尼马上告诉他。你呀，不要有高下心呐、啊。什么高下心呢、啊？就是你们老是比呀、啊，看看这个佛菩萨里面哪个最厉害呀、啊？你们老在比呀、啊，哪个最厉害我就修哪一个啊。这是你们凡夫的高下心啊。像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都是古佛再来，那比释迦牟尼古的不得了啊，早已成佛了。成愿再来的呀，说你这有高下心了，你觉得菩萨不如佛啊？释迦牟尼就跟他说：“你不要有高下心，这个菩萨可了不得啊！久远劫来，他早都成佛了，啊，去掉他的我慢，啊，他才好问，向地藏菩萨请教，地藏菩萨才讲了一个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啊，就是由地藏菩萨先说的，所以大家不要有高下心，啊。”你到了哪一个菩萨的十地以上菩萨的这个密言净土里面都不退转，都一样啊。这个到哪一个佛的净土都一样。甚至你们中间还有修耶稣法门的，你去这个耶稣的乐园一样，他那个也是大菩萨，相当于如果按佛教来讲，他是大菩萨，他也不退转了，他那也是密言净土。密言就是不漏，你不会掉下来，啊，金刚的，是不是也是可以不退转，在那个地方将来直接回到自己成佛，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子，跟上帝同在，啊，这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不要有高下心，我要哪尊佛厉害，我就修哪尊佛。你们将来是要做导师的。我们为什么培养大家修本尊法，修高层次的寄身成就法，是要在这个世界培养很多的活菩萨，活着的法王。只有你们在世间还有人身，同时有觉醒的，安住在自己的金刚心体、金刚明体不坏的明体中，你就是活着的法王，你就是活菩萨，你是个活菩萨。你跟众生的缘，它就是无量无边的缘。众生有所求，你要有所教，因他起用。说是你将来见到的这个众生，可能他们跟阿弥陀佛有缘，可能跟药师佛有缘，可能是观音菩萨有缘，可能是地藏王菩萨有缘。结果跟一个地藏王菩萨有缘的找到你，你说我忘了学他的心咒了。我不会地藏菩萨法，你这是哪门子法王？万法由心生，你怎么可以不会啊？那你怎么度这个有缘众生？你这不是人家找到你白找到了，这就不能成就了。他这辈子就要修地藏法门成就呢，你怎么不给他地藏法门呢？那个跟金刚洒陀有缘，他就修金刚洒陀的法门要成就的，你为什么不给他金刚洒陀法门？所以说我们培养大家是做师资，是做活菩萨要求大家的，啊，所以是你修成地藏王菩萨的本尊了，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小地藏王菩萨，你会走动的地藏菩萨像，懂不懂？虽然你们长得不像地藏王菩萨，但是你们可以画现成地藏王菩萨，你的星光透出，用那个光画成地藏王菩萨。别人的灵看你，他就不是张卜生的，他就看到的是地藏王菩萨，视现在他面前。所以说这个本尊法厉害啊！行部方法是在心上不死明点外层练咒轮，护住你的不死明点。 这个不再入六道轮回，即便你这一生不成就，将来在中阴身中解脱的时候，立马跟本尊去了，去到本尊的坛城中，本尊的净土世界里面去，不退转了，去往生极乐了，往生不退转的这个极乐世界了。那么本尊法是什么法呢？ 本尊法就是你要做本尊，你修地藏王菩萨，你就是地藏王菩萨。说老师，我这个熊样，我怎么能当地藏王菩萨？你那个肉身样子很熊、很丑、很难看，你再怎么化妆也很难看。但是你的心体是无量光，是跟诸佛菩萨的心体是同一体。既然心体是同一体，你就可以示现地藏王菩萨。 说是众生，你是度众生以灵，不是度众生以身。是你的灵，那个灵光不死明点，示现出地藏王菩萨的依正庄严的法身法相来化成的，那你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灵成就的化身，不是肉体成就的化身。 这是在本尊法里主张大家先修一法是什么意思？先修一个本尊，修成一个本尊以后，再要把文武百尊、108尊的坛城都要在自己的心中建起来。为什么？准备着做导师、做活法王、做活菩萨，接引无量各种有缘众生。 他不是跟你有缘，他是跟108尊的文武百尊有缘，是通过你这个气做一个载体，肉体做一个载体，载着灵上的坛城，载着心灵上的星光化现的坛城，以肉体做载体载过来，载在众生的灵前，让他来展理，来生稀有心，来供养。 来成就，来了缘。所以大家不是说只修一个本尊，是在前期本尊法门熟练的时候，只修一个本尊，修到此本尊成就，此本尊成就窍诀掌握住了，再修文武百尊中的其他本尊，各个成就必须修完它。你要做今生做法王，这是《楞严经》中告诉大家的窍诀。 今生度众生，因为我们必须功德圆满始成佛。大家学了这个极乐净土法了，学了极乐净土法，知道这个你要去了极乐世界，啊，你除非是上品上生，即便是上品中生，也要去经一个小劫才花开见佛。这一个小劫多少年啊？多少时间？如果大家尽此一报身。 尽这个肉身的尽形寿，能够成法王，能够成菩萨，能够成金身，这多么好啊！再不行，可以7辈子成法王啊，7辈子成功啊，最差的7辈子成功，不差点的下一辈子就成功了，啊，7辈子里面都有成功者，只要你发心，这一生好好修。 密法不退转，这一生不成就，然后下一世还来做人身，还来做人身。说老师，你又让我们去极乐世界，又来做人身，到底我是做人还是去极乐世界？告诉你们个窍诀，因为去极乐世界不退转，先去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发个愿，我去那儿不退转，报个到，回来做人，这一定好使的。 要那不退转，不退转完了以后满愿，是去办个道，回来做人。第二世再修，搞不好修成法王，修成菩萨了，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大家要修极乐法、修净土法？这是窍诀，不是说去了那儿就一直待在那儿，不是说这花开见佛太久了，告个假，我先下去多受几年再回来，啊，就下来了。所以是在这个《阿弥陀经》中说，除非你有愿啊，有愿下再下来的，给你下来；你没愿的，你就怕不行的，就待在那儿算了。但是我们是鼓励大家七辈子成佛，所以你记着发个愿去，去了告假回来，啊，度自己的有缘众生、乳母众生，啊，不能待在那儿。这个到时候你来地球，地球都没有了，对吧？51年后地球就不见了，你找你的生身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见了，这不行。说是很多窍诀，但是大家要实修，都是一个心地法门，灵体的一个修炼，不是肉身，肉身只是个载体，只是个壳。虽然这个壳很重要，这个人这个壳很重要，但是不能够在这个壳上浪费太多时间，要在自己的灵上面。这个下功夫，所以是这个佛法的第四部法呢。第四部法是圆满次第法，无人无我，无受者无众生，法界本自无量光明，法尔如是，本自如是。这是在你化现本尊之后。由巨大本尊最后化成无量无数个小本尊，哪怕是一个小光点那么小的一个小本尊，内外去度众生，最后化成明点，本尊不见，法界只有一片无量光，这就破相了，就没有相了，把相也化空，化成明点，法界只有一片光明海。在这个地方要安置，这是什么？最后的心体实相，破了万象之后的实相，这是所有的本尊法最后修，要修到这个境界，在这个境界才叫圆满次第，啊，那么这就是自性尊，是你的自己的肉体化现成报身如来，当然是未来成就，现在你还没有成就。是为未来自性尊成就，这个法界多了一尊佛，多了一尊菩萨，而修这样的圆满次第法。说这些法的修，那么我们以前知道这是祖师大德传承下来的本尊修法，我们先也要从事业部去供养、礼拜、赞颂，后面走行部要修护轮。第三步又修本尊，第四在本尊中化空，安止安住，那就进去圆满次第。那么我们只知道祖师大德留下这样的仪轨，要这样修，这个根据从哪来？告诉大家，占差善恶业报经，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让大家在这儿通透啊，在这儿通透。所以说这是地藏菩萨的4种修法，那么在我们的后半修法中，再来告诉大家具体的修法，从理论上对大家进行一个引导。下面呢，我们就利用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占差善恶业报经里的这个经文来理解老师刚才讲的这些东西，细细的理解啊。那么这里面很关键的一句话把它拿出来了，依止一时境界以修信解，这是经中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大家要想修出真正的本尊法，修成真正的本尊法，然后此生修出快速成就的成就法，一定要记住，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一时境界，不要以虚假的、虚妄的东西去搞，怎么念咒，怎么摆 pose，怎么样的去诵经，这些都是假的。啊，诵经是回意识境界，念咒是为了回到意识境界，安止意识境界。啊，打坐禅修是回到意识境界，这些都是方法，都不是目的。 目的就是要依止于一时境界，安住不动，安住不动。那么安置不动，依止于这个境界，修什么？修信，修解。信是什么？信自己是佛，信自己是如来种。修这个信，这是真信。那么真信之后，那我要搞明白为什么我是佛，这叫解，叫解悟。 叫开悟，那么通过一点一点的真信，坚定的真信，最后完全觉悟到大彻大悟，明白自己是佛。好了，你的意识境界不会再动了，不会再动了，你就成功了。啊，所以是我们来看，尔时坚定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 云何开示？求向大乘者进去方便。我们教给大家的是大乘，小乘是什么？修解脱道，修人天福报，这都属于小乘佛法，属于二乘佛法。我们传给大家的是大乘佛法，并且是大乘佛法里面比较殊胜的密藏部分，就密教部分的法。 是有理论、有技术方法，要求大家七世成佛，上根立志者，今生即地成佛，即此肉身成佛。啊，这是殊胜的教法。所以说，你要修这样的一个教法，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样进趋呢？进趋，进是前进，趋是向那个方向，啊。 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众生欲向大成者，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所谓依止一时境界，以修信解。因信解力增长故，速即得入菩萨种性。”之前反复提醒大家，你们是如来种。 你们是菩萨种，说怎么样才能进去入到真正的菩萨种，而不用凡夫种呢？说这里告诉你，那么你要增长自己的信解力，增长信解力，依止于意识境界。那么这就是你应该根本从这儿开始的，不是为了打坐，不是为了念经，不是去抄经。 啊，最近我看网上很多鼓励大家抄经，你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你告诉我，你抄个三大阿僧祇劫，你不能成佛。没有听说抄经能成佛的。你要依这个根本业，根本就是你原本是如来种，你抄的哪门子佛经？没有经，经是从心中生出的万法。当你心 得如来藏了，心入如来种了，万法由心生啊！你不要有法执啊！说这是根本业，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什么是根本处下手？就是从如来种，认可自己是如来种，这个一时境界，一真，一切真，从这儿去寻找。 从这儿去真信，从这儿去增长解悟力。所言意识境界者，为众生心体。记住，什么是意识境界呀、啊？这个你的心体，我们都是众生，所有的六道众生的心体，从本以来不生不灭。 自性清净，无障无碍，柔于虚空，离分别故。分别是没有贪爱，没有嗔恨，没有自，没有他，不二一真。说是这个时候，你们要反自内观自己的心体。这个心体在哪儿啊？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无处不是，你怎么修啊？说是古人善巧方便，就是在我们的身中找一个空处，安置此心。记住，这是假的，因为它整个心体尽虚空遍法界是大心体，用这个大没办法修。你怎么到月亮去修心体啊？你怎么到这个银河系去修心体啊？你没有办法修啊。说是既然无处不在，我何不在小处搞它？我何不在身中搞它？我在身中，整个身体都是实在的，心肝脾肾肺、筋骨皮。你错了，你这个身体里面96%是空的。你不信，你把它剖开看一看。剖开了，把气儿都放了，把空都放了，你就是一堆烂肉，没有那么大。所以你是像气球一样撑起的个空体，到处是空的，五脏六腑里是空的，肠管是空的，啊，颅脑腔是空的，胸腔是空的，下腹腔是空的，黄庭处是空的。说我在体内的空腔里安置一个明点儿，作为尽虚空遍法界的浓缩点，这个古人叫金刚明点，叫不死的明点。说我在空处安，空处安，安在哪儿？安在黄中。为什么安在黄中？黄是土的颜色，说是所有的东西离不开土，万物都离不开土，离开土没有办法生长万物，说必须要有土。土为黄色，为金黄色，说是在真土之地，我们的阴土、阳土，阴土是这个脾，阳土是胃，阴阳中间放光生成的真土是个空腔，那个叫黄中。黄中里面黄色的中央有一个空处叫庭院。你们去过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古庙的人知道要有个庭院，在庭院里面安置一个点儿，建法王城，在那个空处安，不要在实体上去找。好，这就是我们安心处啊，这就是安心处，在这儿可以修，在这儿可以练，并且因为它小你大，当然就好修。你修一个银河系怎么修？你修持一个小明点，是银河系的浓缩点，是3000个法界的3000个大千世界的浓缩点，是整个虚空法界的浓缩点。当然我就可以在这儿修。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重视，众生心体金刚不坏，不生不灭，自性清净，无障无碍，柔入虚空，离分别故。这里面没有贪爱，没有嗔恨，没有善恶，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有一真空性光明。把心安在这儿，说是以前教给你们吞口水、吞咽、嚼舌头、吞口水、咕噔，真心到位，耳朵听相位，眼睛看相位，啊，胃像一个大太阳，落日的太阳，太阳开始一点点下山往下落，落到哪里？落到地面上，落到地里面去。你的地是肚脐眼儿，说是落在那个地方，太阳到了地平线，在那旋转，再往地底下热，地球底下都是火山，都是岩浆，热到自己的前列腺，热到自己的子宫，这不是落日观吗？啊，落到那儿，你修任何的净土法门都要从落日观开始修，啊，在那个地方，然后生起火来，生起火来，你舌顶上颚，嘴唇轻闭，口中津津一液，哗啦哗啦就生出来了。这个水，天河水就生起来了。说是在16观经中，这叫水观。有了这个水推咽下去，到黄庭，到这个自己的真土胃里面去，这个是阳土，胃里面去，胃里面是热的，然后到胃里面，既然燥热，让它结冰，变成琉璃地，像玻璃一样，像水晶一样的明净的琉璃地。说在这个琉璃地里面，见到了无量无边的净琉璃，透明的，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坚固不坏的琉璃地，啊，这就叫真土，啊，这就进去真土了，啊。 在真土里面有什么？有这个八功德水、七宝莲池，啊，然后有金刚台，然后有宫殿，啊，在宫殿里面有一个不死的我，啊，有一个真我的存在，那是光中画出来的，光中画现的，啊，光中画现。 处处分，啊，做佛也好，做菩萨也好，待会儿修本尊要在这儿修，啊，说是大家先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心体自性清净，无障无碍，柔入虚空，离分别故，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圆满十方，究竟一相，无二无别，不变不异，无增无减，以一切众生心。 一切声闻辟支佛心，一切菩萨心，一切诸佛心，皆同不生不灭，无染寂静，真如相故。说这个地方是生声闻的地方，产生众生的地方，产生辟支佛的地方，产生菩萨的地方，产生诸佛的地方。 所以者何？一切有心起分别者，犹入幻化，无有定受。所谓使受想行意念原力觉知等种种心数，非青非黄，非赤灰非白，一非杂色，无有长短、方圆、大小，乃至尽于十方虚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状，无与区分可得者。单以众生无明。 痴暗熏习因缘，现妄境界，令心念着。所谓此心不能自知，妄自为有，其觉之想，即我我所，而实无有觉知之想。以此妄心，毕竟物体，不可见故。真心有体，空明净为体，琉璃为体。然后妄心无体。 有生有灭，有起有落，虚妄不实，啊！有无觉知能分别者，若无觉知能分别者，则无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下。你老是觉得你能觉知，你能不能无心？无心佛，无心便是佛，无心便是真。 你觉得有一个觉知，这已经是妄。在你有个觉知，就是有全成影像，然后你就会以自己的知见而立分别，升起妄想，升起贪爱，升起嗔恨。一切法皆不能自有，但以妄心分别故有。你受到全成影像的影响。 你受到今生教育的影响，自以为是，自己判断是非善恶对错，这些都是前尘影像。因为净明心体无着，空空明明，空空如也，只有一片光明，无有任何的染着。你应该安住那个净心明体，而不应该去。 受这些妄想、前尘影像的影响，使自己生贪爱、生嗔恨而起心动念。所谓一切境界各个不同，自念为有，知此为自，知彼为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则无别义，唯以妄心，不知不了，内自无故，唯有。 前外境界，妄生种种法想，唯有为无，为彼为此，为是为非，为好为恶，乃至妄生无量无边法想，当如是知，一切诸法皆从妄想生，以妄心为本。你们现在觉知的这个世界，觉知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大妄想，只不过是前尘影像。这些前尘影像都要扫空，空空如也，明明白白，净明法体，无量无边，这是你的真心。然此妄心无自相故，依境界而有，所谓缘念觉知前境界故，说明为心。缘念觉知前境界，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过去留下的一些念觉知产生的之前的境界，你把这个当成心了，这是妄心啊，这是妄心。由此妄心与前境界虽具相依，其无先后，而此妄心能为一切境界圆足。你现在的所有境界，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闭着眼睛观想的世界，心上所产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妄心。这所有的一切的境界的原来的主人，不是那个真主，是原来的主人。因为真心没有境界，真心是空明的，空空如也的，没有境界，产生任何的境界都是妄心。妄心是你境界产生的原主人，要使得这个假我，它是假的，不是那个真的。真的是空空如也，明明白白，清楚明了。所以者何？唯一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以无明立因故，现妄境界。以无明灭故，一切境界灭。你妄一起，就有无明遮住了，如云遮月，月本自空明，被乌云遮蔽了。乌云就是你的妄念，真心就是内在的明月。非以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说境界有无明，亦非以境界故，生于无明。以一切诸佛与一切境界不生无明故，又复不以境界灭故，无明心灭。以一切境界从本自以来，体性自灭，未曾有故。这些都是幻，梦幻泡影，它起了，它会破灭的，没有实相的。实相是那个空明的体。因如此意，是故单说一切诸法以心为本。所有的法怎么升起的？无非是以这个心为本升起的。升起无明，升起明，无明破了，自明，本自明也。当知一切诸法悉名为心。所有的法，这包括色法，你看到的器世间，那么包括心法，这是所有的。当知一切诸法是这些法，心名为心，以一体不异为心所摄故，又一切诸法从心所起，欲心作相，合而有，共生共灭，而无有住。以一切境界单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所以说我们生活在心相续中，以前尘影像为缘，攀缘着前尘影像，攀缘着自己的梦想，攀缘着自己的知见，心相续着，以为有一个心，实际这是假幻之心，这不是你的真心，这是妄念、妄心，颠倒梦想，以为真呐。如是所说心意者有两种相，何等为二？一者心内相，二者心外相。心内相者，复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真，二者妄。所言真者，为心体本相，如如不异，清净圆满，无障无碍，微密难见，以遍一切处，常恒不坏。两个特点，遍一切处就无处不在。 第二个特点，常恒不坏，永恒不坏，见理生长，一切法故，一切法都从这个净明心体中产生。而所言妄者，这是真妄呢？所言妄者，为起念、分别、觉知、缘力、意想等事，起了念头，产生了分别，产生了觉知，产生了缘力。 产生了意想等事，孙辅相续，能生一切种种境界，而内虚伪，无有真实，不可见故。这个妄啊，它有一个心相续，在心相续中生出了种种境界。我们现在用的楼，工程师心相续，然后建筑师心相续，工人心相续。 最后建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心相续来使用这个样子，说是所有的我们的一的世界都是心相续的结果。若干年以后，这个楼会被拆，就没有心相续了，没有所言了，就断了，就空了，就灭了，就因缘没有了。说因缘还以因缘灭，因缘起时。 以因缘有，因缘灭时以因缘灭，无非是因缘的升起和灭亡、消亡，就像一场梦，就像一个水泡打在水面上，打起来不久它灭了。只不过这个心相续要多久？我们人活在世间100年，你的心相续追求妄想，追求100年，一个妄想打一个妄想，再打一个妄想，美其名曰为梦想，实际真是一场大梦。梦醒时分，一切为梦幻泡影。你死的时候，梦一定醒了。你这一辈子做梦所拥有的一切，一个都带不走。 不是梦幻泡影，又是什么呢？在结果上看，它就是一场大梦，跟你梦里有房子了，梦里遇到好事了，梦里赚到钱，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所言心外相者，为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故，知有内心及内心差别。 如是当知。这个什么是外相啊？一切诸法种种的境界，随有所念，境界现前。啊，你们现在不在这个教室，你们有很多网络听课的。这个教室在你面前显现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随有所念，因为你没有所念，你不知道这个教室长什么样，是吧？ 境界就没有现前。那么你们在教室里的，睁开眼睛看教室，教室如是，说是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是不是？我们同在一个时间，同在一个地球的空间，是不是？有的人就现前了，有的人就没有现前。为什么？没念到，没念想到，只有内心与内心差别，如是当知。内妄相者，唯因为体。你的外相哪里来的？ 你内在前尘影像，妄相就是前尘留下的尘埃，留下的知见，这个叫内妄相者为因为体，因为你有这个前尘影像；外妄相者为果为用，啊，你有这个影像，教室是这个样子。现在你真的看到教室是个样子，这是果，啊，这是果。 这是用，啊，这是用。依如此等义，是故我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呐、都只不过是心体上的一个真妄的一个显现呐、又复当知，心外相者，如梦所见种种境界，唯心想作，无实外事。这个教室对你们在这的人是实的，对于我们今天网络听课的人，他就是没有这回事啊。你离开这个教室也没有这回事了。说是唯心想做，离开那心不想做的时候，这个事实没有了。一切境界悉依如是，一皆以无明实梦所见，妄想作故。你因为无明，你的实是知见，实梦所见，像梦一样，像梦一样，妄想作故。夫次应知，内心念念不住故，所见所缘一切境界，亦随心念念不住。所谓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这就是什么？内心念念不住。待会儿你们离开教室了，你不念这儿了，你念着家了，那么这个所缘的一切境界也不住了，这个教室不在你的心上了，那不在你的心上，对你就不起作用了。说是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生教室在，心不生了，离开这个教室，教室不在了。就像我们在讲课，这个教室对于网络听课的同学，他不在，他没有在他的心上影响。心灭故种种法灭。当你睡觉了，你今天听什么早都没有了，灭了，心灭种种法灭，妄心不起，真心安止，一切法都没有了。今天听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练了什么，没有了，不是吗？是生面相，单有名字，实不可得。说是不要做法执，也不要做人执。以心不住，至于境界，境界亦不来至于心，如镜中相，无来无去。以心不往至于境界，心现在网络听课的同学没有想看这个教室是什么样子，说以心不往至于境界，这个境界他不知道，境界亦不来至于心。他既然是没有想知，没有找摄影师、照相师把这个境界拍出来给他看，所以他的心上没有这个境界。这就像镜子不照，如镜中相，无来无去。镜子不照，上面没有这个影像，镜子拿来照，出来这个影像了。是故一切法求生灭定相，了不可得。它没有个定相啊，它只是一个生灭而已呀。所谓一切法毕竟无体，本来常空，实不生灭故。如是一切法实不生灭者，则无一切境界差别迹象，寂静一位，名为真如第一义谛自性清净心。法实不生，无一切境界差别，这是什么？寂静一位，这就是是第一义谛，这就是自性清净心，是你的自性清净心体。彼自性清净心湛然圆满，以无分别相故。无分别相者，于一切处无所不在。这个净明的虚空，拿虚空来对比，来比喻。在美国听课的同学，现在也是在净明心体里面。在马来西亚的也是，台湾的也是，在新加坡的你们也是。你们不在教室里面，教室是假象。老师讲经说法讲到你的心上是真相，此心无相。说是要求跟师父心心相印，师父心中无相，师父心中空明，你也心中空明，你也心中无相，而不着任何相，而不着于任何有，这就是心心相印，当体即空，相应于真心之中，离妄得真呐、啊。无所不在者，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无非是色法和心法。当你要期望使用这个心的时候，它又能够使它显现，啊，使它显现。复次，彼心名如来藏。什么是如来藏啊？你的这个净明，即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的净明心体呀、啊，它就叫如来藏啊。它就是地藏的藏啊。刚才讲过这个藏啊，啊，说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它有无量无边这个。没有一个数量，也没有一个边界，不可思议，你不可以用大脑去想象它。无漏，没有这个什么叫漏尽呢？你再往哪儿漏？你都进虚空遍法界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地方了，你往哪儿漏？这叫无漏，漏尽通啊！什么叫漏尽通？这就真正的漏尽通啊！因为你已经跟整个法界一体了，你再往哪儿漏啊？漏都漏在法界了，你就是法界，你又往哪儿漏啊？说这不就漏尽了吗？漏尽了，你就通达心体实相了，这叫漏尽通，这就成佛了，这就成圣者了，这是鬼没有的，这是我们修道得果的人才会进入的境界，正德的境界。说这个清净功德，以诸佛化身从无始本己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一切现化，种种功业恒常直然，未曾休息啊！所谓遍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化一故，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你到哪儿去找佛啊？你到哪儿去找地藏菩萨啊？以音声求我，以相求我，是人行邪道。既然不可以以音声求，不可以以相求，以何者求啊？以心求啊！因为你的心即是佛身呐、啊。心即是佛体啊，这就是即心是佛啊，这是真心呢、啊，不是妄念，不是妄想。你以相产生妄想，以音声产生妄想，离开音声，离开相，用心应，你心即是佛身，你心即是佛身了。那怎么不能见佛啊？你就是佛了，你怎么还能不能见佛？佛佛道同啊，说是以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你是佛身了，你见地藏菩萨有什么难的？你见阿弥陀佛有什么难的？你见88佛有什么难的？你见千佛万佛有什么难的？你见所有的诸佛菩萨、诸圣者有什么难的？他们跟你是同一种性，同一身体啊！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呐、啊，没有区别啊！这是法身佛，所有作业皆共一界共一，所谓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平等无二。以法性而有作业，同自然化，体无别异故。如是诸佛化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故，随诸众生死此生彼，恒为作意。诸佛的化身是法界所有的有情和无情众生的依靠。这个身多大？尽虚空遍法界，尽虚空遍法界有多少个身呢？一个身。同样的是空明广大圆满无碍，那么这一佛身千佛用，万佛用，那不都是一个身吗？要从这儿去理解呀。说即是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那么这个做什么？做众生的恒为所依啊，恒为所依啊。譬如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形类，以一切色相种种形类皆依虚空而有，见理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摄，以虚空为体，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者。这个地方开始拿虚空比喻了。很多以为我们的佛性是虚空，不对，是拿虚空做比喻，是要见虚空的虚空，在虚空里见那个不空的明体啊，透明体啊，不是要见虚空，虚空都不是啊，要粉碎虚空才能见的明体啊，是不是？体入虚空而已啊。这是拿虚空来举例子，虚空把地球融在里面了，把太阳系融在，把140亿年宇宙融在里面，把3000个大千世界融在里面了，对不对？皆依虚空而有，见理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摄。虚空摄了这所有的3000个大千世界，以虚空是这3000个大千世界的体，靠在那上面，无有能出虚空界分呐。什么能离开这个虚空啊？那么我们是粉碎虚空明体后的无量广大圆满无碍，是不是？它是为体，那么连虚空都在里面，如片云点太空啊。虚空在我们的法界里面，它就像我们看天上的一片云彩一样那么小啊。你想虚空不是，是拿虚空来举例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包，大包容，大无碍，大容纳，大造化。说当如色相之中，虚空之界不可毁灭，色相坏时还归虚空，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地球粉碎了，太阳系粉碎了，虚空动了吗？没动啊。140亿年的宇宙，再经过100多亿年，据说也要毁坏的。虚空会动吗？法界会动吗？不动啊，不动啊。用这个来知道自己的心广大圆满无碍，不动啊。这是安住于这个净明法体心，心体之中，这是一时相啊，一时境界。诸佛法身亦复如是，也你的法身也是这样，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皆依诸佛法身而见理生长，住法身中，为法身处所摄，以法身为体，无有能出法身界分者。法身广大圆满啊，比虚空还大啊。所有的众生起心动念，因缘果报都在这个法身体里面，有生有灭，法身不动啊，法身如如，本自空明，不动啊，不动不摇啊。当知一切众生身中，诸佛法身亦不可毁灭。你们的法身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呀，你想让它坏都坏不了啊。说是若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而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单从无始世来与无明心聚，痴汉因缘熏习力故，现妄境界，以一妄境界熏习因缘故，起妄相应心，即我即我所，造己诸业，受生死苦，说彼法身名为众生。众生依法身而生而灭啊！若如是众生中，法身熏习而有力者，烦恼渐薄。你的法身力量大的，烦恼开始减轻了，能厌世间啊，不愿再在六道里了。求涅盘道，性归意识。涅盘是回归心的净明体，而如如不动为涅盘，不是死亡，是永生。记住，啊，性归意识，意识就是你原本就是这个东西。 修六度、波罗蜜等一切菩提分法，名为菩萨。若如是菩萨中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转名为佛。这里很有意思。我们修行者，无非是一场大梦睡，睡到今天还不醒啊！无明睡呀、啊，你能离这个无明睡？ 大明了，明明白白了，醒着睡，醒着糊涂，你就是佛哈、啊，你就是佛。说千秋一场大梦，无始劫一场大梦，到今不醒啊，还在做下去，下一辈子还要做下去。当至如是众生菩萨、佛等，单依世间假名言说，故有差别。 而法身之体，毕竟平等，无有异相。啊，善男子，是名略说一时境界矣。什么是一时境界？这就是一时境界啊。说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呀？幽冥教主教我们什么？大梦要醒来呀！ 人生你再怎么成功，都是一场大梦。这一场梦，千秋大梦；这一场梦，无始劫大梦。是到醒的时候了，所以说我们好好这个靠地藏菩萨的本愿功的力，来帮助我们行此大梦。 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这是先告诉你什么是一时境界。你要依这个来修信解啊，修信是真信，解是解悟，就是明白，明白为什么这是一时相。应当学习两种观道，何等为二？一者唯心实观，二者真如实观。 学唯心实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悉当观察，知唯是心，啊，知道一切都只不过是心呐、啊。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使心无际攀缘，不自觉之。我们现在的妄心做主人啦，你的真心。 没有省察力啊，不知道是妄心在做鬼，妄心在作祟，让你生死轮回呀、啊！这要让你这个无始无际攀缘，不自觉知，要觉知啊！欲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你知道心有所缘念，还当使心随住彼念，令心自知。 你这个心有所缘念，我要来听课，我来听课。你缘念你来了，要使心随住彼念，不要断它。但是你要知道，令心自知，这都是妄。虽然是妄，后面修毗婆舍那要大做幻事啊！不来听老师讲课，这个麻烦事大了。 虽然是幻，也要来听，这叫大做幻事。随住彼念，那令心自知，不要断，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你想阻止它，断它，它等一下你把这个堤坝卸掉了，那个大水冲着龙王庙，更有力的冲击你啊！不断，不断摆思想啊，慧能无积量，不断摆思想啊。 不要断它，随它，使心随住彼念，令心自知。但我知道这是妄，知道这个妄的就是真的。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这你的所有的想念是心自生，内心自生。这个知内心自生的是真，自生的这个是妄。啊，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外面的境界是因为我的心起有分别，有贪爱，有嗔恨，不是外面自己有贪爱有嗔恨呐，是我的问题呀，这个要觉知啊。 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外面的境界没这回事啊！起欲分别，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 你看见这个喜欢，看见那个不喜欢，那该人家那个什么事儿啊？是你自己喜欢跟不喜欢呢、啊？明白了吗？啊，说这都是因为他，不是，是因为你的前尘影像。你一直喜欢个红的，给你个黄的你就不要，是你的前尘影像执着攀缘，不该这个红的黄的事儿。 不该这个是非非的事儿。同样一件事，别人赞赏，你反倒嗔恨；同样一件事，你赞赏别人在痛恨，都是众生自己的心相续、心取向、心在动、心生妄，不该那个事啊，不是心外向。 又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 如果你的心没有了，心没有了就没有差别了。外面的器世间，心外相没有差别，没有好坏，没有喜欢不喜欢，没有贪爱，没有嗔恨。应当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实境界，无令修废。什么意思？你这个要守记内心啊，时时觉醒啊。 只是知道，只是妄念，不是真实境界，并且你不能够稍微的不去这样做，就是无令废修废，修是停止，废是放弃，不能啊。然后是名修学唯心是观，什么修唯心是观，就这样修，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心在出问题了，心贪爱，心嗔恨了，心分别了。 这一心分别就是妄，就不是正什么他，就不是真心，就离了真心。真心无贪爱，无嗔恨，明明白白，显著有力，这是真心自体。啊，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者，即为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你如果是说无记，无记就是没有觉醒啊。 不知自心念者，不知道自己起了妄念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唯心是观？不是说我不要管这个心啦，管它怎么的，这不是唯心是观，连省察力没有了，连觉知力没有了，你就没有自觉了，没有自觉，你怎么去觉它？又守记内心者，则知贪想、嗔想。 即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虑种种诸苦。若于作时随心所缘，念念观之，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登堰，水是在不停的流动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的心跑吧，不要让它住，不要斩断它。灯的那个火焰，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哎，不去管它，啊，所以是勿暂时住，从事当得色即三昧。色，对于色界寂灭了，入定了，叫色即三昧。得此三昧已，次应学习信奢摩他观心及信毗婆舍那观心。喜信奢摩他观心者，思维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 本性不生，离分别故。无分别安住啊。喜信毗婆舍那观心者，想见内外色，内色开莲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啊。内观见内外色啊，看到外面的真花，里面的想的花啊。 这些都是什么？随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于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做非不做。这是境界哈，这样解释来解释不通啊！啊。 善男子，有能信此二观心者，速得去会一乘之道。当知如是唯心实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这个长信解力，即入空义。怎么能够真正进去空？就这样练。这就是本尊法的缘起，是这理论根据在这儿。 你的心上出了一朵莲花，莲花上有一个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手里拿着一个这个九环锡杖，手里拿着一个火龙珠。心生心灭，当你观火龙珠的锡杖不见了，当你观锡杖的时候，地藏王菩萨不见了，是不是心生心灭？对不对？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 你不要老有个地藏菩萨在那儿，你执着了，因无所住，你住了又不对了呀。说是没有再让它生出来，生出来再灭它，说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16观经，一会儿观这个，一会儿观那个，观着这个那个没了，观着那个这个又没了。 是不是这个呀？大作幻视，毗婆舍那，圣观。修本尊就要用这个，就要用这个，啊！说善男子，又能喜信此二观心者，速得趣会一乘之道。不二啊！当知如是唯心实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 常信解力，即入空义，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你不能即入空义，你根本发不起菩提心来。菩提心，我们之前讲过，讲到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圣义菩提心就是空性啊。空性不是想空的，是真空啊，是入空啊。入空的时候，身心都没有了。 无人无我，一片光明啊！这叫即入空义啊！在这里面，空里面才升起真正的圣义菩提心，才能见到实相菩提心，月轮即是。所以大家修行慢，因为没得到这部经啊，没有找到理论根据啊。现在把理论根据给你了，大作幻视。 比你想这个股票市场好，比你想明天去买多多能赚钱好。你大做幻视，没有时间想那个，反正是个幻，那个还造业，这个不造业，甚至在幻中入三摩地，真的跟地藏菩萨相应了，这就是真诚本尊。修本尊不是一下就成本尊。 这整个都是幻，以假修真，以幻成真。当真的时候，你入三摩地的时候，你即佛身，你即地藏菩萨身呐、啊。这个时候，真的本尊成就了。真的本尊成就了有什么呢？那叫三摩菩提，那就是大作佛事，不叫幻事。地藏菩萨的功德力以。 你的肉身为载体，通通在当下实现，做众生的满愿宝。众生有所求，悉令满足。这就是本尊成就啊！哎，这就是本尊成就。若学习真入实观者，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相，渐渐能过空处、始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这是什么？这是四空。从色远离之后进去的四空境界，啊，空相似空三昧，这个不是三昧，是四空，啊，四空还是属于天界。得相似空三昧时，识想受行粗分别相不现在前，这一片空明啊，一片空明，这些所有的粗的相。都不在现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常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废，辗转能入心际三昧。啊，说是这个四空三昧还是假的，不是真三昧。心真正寂了，寂止了，这个得的三昧叫心际三昧。得是三昧矣，既复能入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没有二行，什么意思？所做皆是功德啊！在正奢摩他，在三梦bodhi体里所做皆是功德啊！入是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在这个时候，你即佛身，佛即你身，说是见佛无数。啊，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于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性解，能决定相，相是趋向啊，是趋向。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落着。啊，你这世间你想修什么禅，待会儿就看我们的地藏王菩萨，他一会儿变一个禅，一会儿变一个禅。啊，这个随所修世间诸禅三昧之也无所落着啊，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于生死中无所怯畏，不乐二乘。啊，就是声闻缘觉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不要啊，一能喜相，二观心最妙巧辩，众智所依行根本故，这是入大乘了。入菩萨入佛了。复次，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两种，何等为二？一者立根，二者顿根。你看地藏王菩萨他多慈悲啊！想来想去，这都讲完了，这个讲完了，再看看你们没反应。哦，原来有立根跟顿根啊！哦，那好，其立根者，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妄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一虑，因盖轻微，散滥心少。如是等人，即应学习真入实观。不要唯心实观，你是立根者，就真入实观。真入实观是什么？你一念心，念念心安止于无量光明海，在无量光明海中如如不动，大作幻视。因众生有所求，而做种种佛事，这就是立根者。立根者不是不做事啊，但是做任何事不染心不动，没有贪爱，没有嗔爱，因他起用。这就是立根，你就从这儿，这个就叫守一法。守一法，你从这儿直接做去就对了，一直守住不动，必定成就啊。不行，好了，其顿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习为实心。这就是你们啊，你们以为外面的东西是真的，不是心上的，虚诳不实故。染着情厚啊，你们被外相的东西染得太厚了，一会儿是马内，一会儿是 house 啊，一会儿是咔，啊，染得太重了，儿女情长，啊，夫妻恩情，啊，父情子爱，这些都是缠呐、纠缠呐、染着情后，盖章数起，因为你染，你不解这些缠缚，盖章生起数起，这就障碍就来了。因孩子不能上课，因老公反对我不能去见师傅，啊，那么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是观。唯心是观是什么？知道一切都是假的，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还在做假事儿，这就叫唯心是观，不是断它，但是知道是假的，还在做假事，啊，但是有时候不染，有时候染。你们现在是少分不染，多数染。什么时间不染？睡觉不染就不错了，能睡死过去不染，这就算不错了。睁着眼睛都在染。若人虽学如是信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去诸恶烦恼，不得调伏，起心意切，未堕三恶道，生八难处，为不常至佛菩萨等，不得供养听受正法。这就是你们这些人呢、哎呀，没有佛出世了，没有菩萨来教我了，这哪里可以成佛了啊？为菩萨信难可成就，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者，应于一切时一切处干什么呢？常勤诵念我之名字，这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若得一心善根增长，其意猛力，当观我法身及一切诸佛法身，欲其自身体性平等，无二无别，不生不灭，常乐我净，功德圆满，是可归依。你念名字干什么？入地藏菩萨实境，若得一心呐、啊，当观我法身及诸佛法身和你的自身体性平等，你的法身平等，无二无别，不生不灭，常乐我净，功德圆满，是可归依。你就是地藏王菩萨。刚才我把地藏菩萨的实相告诉你了，你就要入那个境界。又复观察己身心相，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幻如化，是可厌离。这个，你这个善根业薄啊，你要经常的回归看自己的这个肉身，己的这个身相和心相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是不净的，如幻如化，这个是可厌离啊，要出六道啊，要有出离心呐、啊。若能修学如是观者，速得增长净信之心，所有诸障渐渐损减。何以故？此人名为学习温我明者，亦能学习温十方诸佛明者。这里提到温我明啊，前面我讲的温我明仪呀、啊，这个你是温我明者，即使入地藏菩萨的境界为闻名啊，不是听到那个名号啊。很多人以为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闻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我就得解脱了。你错了，是你要跟他那个境界等量，叫闻我名一样。闻我名者，何以故？此人名为学习闻我名者，亦能学习闻十方诸方名者。名为学至心礼拜供养我者，亦能学至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者。名为学受持读诵大乘身经者，名为学远离邪见与身正义中不堕谤者，名为于境界甚深第一实义中学信解者，名为能出诸罪障者，名为当得无量功德具者。此人舍身，终不堕恶道八难之处，还闻正法，喜信修行，亦能随愿往生他方净佛国土。佛都是一佛身，诸菩萨也是一佛身。说是你闻地藏王菩萨名已，即闻十方诸佛名已啊。你念诵南无地藏王菩萨，即是念诵大乘经典呐、啊。 大乘经典念诵大乘经典的目的，就是让你入一实相。所以你念一名号，既能入一实相，不等于念了一部大乘经典吗？啊，你见了入了地藏王菩萨的空明如来藏的境界，也是入了诸佛的境界呀、啊。这个要明白。 啊，说是没有高下之想啊！他说我修个佛吧，我不要修个菩萨。啊，复次，有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一诵念，一心不乱。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果，善根增长，速获不退。这就是。 地藏菩萨所讲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传授地藏菩萨法？大家要去极乐世界，要去这个净琉璃光琉璃净土，这个要念佛号啊，啊持名念佛啊，这个持名念佛要温佛已呀、啊。 你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你就入在一片琉璃光如来光中，即是闻药师琉璃光已啊，佛名已啊。你要去阿弥陀佛的世界，你要入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境界安住，就是闻阿弥陀佛名已呀、啊。 有人说我听了阿弥陀佛的圣号，不止听了上万遍、几十万遍，我也没去往生极乐。你没有闻名已啊，你没有进入那个境界，你没有进入无量光境界呀、啊，你是没有入心呐、啊，没有空性正见啊。当知如上一心纪念，思维诸佛平等法身一切善根中最其业最盛。 所谓勤修习者，渐渐能向一行三昧。若到一行三昧者，则成广大微妙行心，名得相似无生法音。以能得闻我名字故，亦能得闻十方佛名字故；以能至心礼拜供养我故，亦能至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故。 以能得闻大乘身经故，能至持书写供养恭敬大乘身经故，能受持读诵大乘身经故，能于究竟甚深第一义中不生畏怖，远离诽谤，得正见心，能信解故，决定除灭诸罪障故，现证无量功德具故，所以者何？为无分别菩提心，寂静至现。 启发方便业种种愿行故，能闻我名者，得唯得决定信利益行故，乃至一切所能者，皆得不退一成因故。若杂乱垢心，身复称诉我之名字，而不名为闻，以不能生决定信解，单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 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往生西方了？为什么念地藏王菩萨不能得到他老人的加持跟满愿了？若杂乱垢心，你称颂地藏王菩萨是为了求财，你称颂地藏王菩萨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成绩，这是杂乱染污垢心，因为你有贪爱。 你有期盼心，说身复称颂我这名字为而不名为闻呐、啊，闻我名已啊，你这个不名为闻啊。大家念阿弥陀佛是想什么？逃跑求生极乐世界错了啊！念阿弥陀佛是入无量光的境界，俨然也对也。你有所求就是错的呀，这就是染垢之心，不为闻佛名矣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而不能生决定信解呀。你这个样子，你以世间的所求心去念地藏王菩萨，以世间的所求心去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是杂烂垢心啊！所以是只能获得世间的福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如是杂逞垢心，随其所修一切诸善，皆不能得深大利益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通过上面这一段呢，我想大家基本上是不勒不勒、啊嘎啊嘎的似懂非懂了。啊，不要紧，因为我们现在好在有录像，这个 PPT 将来也给你们。是自己干什么呢？自己好好的去发心，去学习，反复听，用直观的方法来听，去感悟。去感触，不是思维理解，思维理解不了。说是边念着地藏王菩萨的圣号，边来感触，那就可以入进去地藏菩萨四个字的境界，啊，那就闻名矣，那就得大利益，啊，那就所愿悉令满足，因为你就是佛了嘛。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你有什么能做不能做的呢？啊，这个时间关系啊，这个因为下面呢，这个《十轮经》佛说地藏菩萨功德海啊，这个真是个海，还要拿3个小时给你们讲。所以是让大家来是想求个灌顶，修个本尊。这个功德海，我们下次的。抽时间再给你们讲。总之，知道什么？知道这个地藏菩萨的实相了，就知道他的功德。从这个化身出来的功德是无量，就对了。啊，是无量就对了。然后怎么求得这无量的功德现？窍诀我刚才教给你们了。无论立根顿根，你都要遇地藏王菩萨四个字怎么样？切入境界，你就是地藏王菩萨，你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本具之功德海怎么样？哗，就展现出来了，就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是回去大家复习这个功德海。那么回头呢，我们再抽时间把这个地藏十轮经中的功德海再给大家开解。啊，开解呢？因为你在修本尊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功德海的力量，你才能够在本尊身中度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啊，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你的愿生不起来，你的心愿、你的大愿力、大慈悲心生不起来，大势力生不起来，大威德生不起来，你不能利益众生。所以说，大家回去把这个看。那么地藏菩萨的修法几个重要的东西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一个是要知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秘密是什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人是个小宇宙，是全息大宇宙的缩影。大宇宙有什么，我们体内就有什么。大宇宙外有这个心外相有地狱，心内相也有地狱，这就是我们肚脐往下的9大地狱，从肚脐横着切过去水平面，这个整个的下腹腔全是我们体内地狱。我们人要练成佛，练成菩萨，你要成纯阳体啊，没有下腹腔冷冰冰黑乎乎的佛菩萨，说是你不练下面的地狱，使它空，你怎么成佛？你告诉我。哎，这就是内外2重大天劫你只有和自己相关的地狱众生都在你体内呀，通过 DNA 携带着。你只有自己相关的体内的地狱众生都超度完了，你外面的地狱里的和你有缘的众生也就都超度走了。说修之于内，成之于外啊。所以地藏法门就是这么殊胜。你如果不利用地藏菩萨的法门来修内地狱空，你这一辈子想寄身成佛是一大佳话呀！啊，这在我们传统又叫命宫部分。命宫部分呢，在地藏菩萨的手中持的是火龙珠啊。这个地藏菩萨的法相很多。地藏王菩萨的法相很多，但是以手中持火龙珠的为如法啊，也就是地藏王手中一定端着一个火龙珠，右手可以持锡杖啊，左手一定是持火龙珠。这为什么要持这个火龙珠呢？就是一定要用这个火把地狱里的所有的众生给他光明度化。说是大家修这个地藏菩萨法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现象出现，比方下身冰凉，从肚脐往下到两个脚心，两腿冰凉。这个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就可以加盖一个被子，一个毯子啊，然后关炉火，用无火烹炼啊。这个你们有实修实证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么待会儿我们也会代练这个部分，就是止观里的炉中不断千年火这个部分啊，这是实相。那么在练的时候有可能拉肚子、腹泻啊，不是太严重不要吃药，因为它是把下阴的阴浊的东西都排出体外，以这个大小二便的方式，出汗的方式排出体外，这是正常的啊。那么在修的过程中，像我在修地藏菩萨法的时候，会观到这个，像我有一次进去定境修的时候，会看到整个我们烧金银纸啊，为什么给大家这个做法会烧金银纸的机会啊？那么我观到我下腹腔就是那个金银纸啊，被那个旋风吹得卷啊，整个金银纸在那个下腹腔哗火转着，旋风旋啊，旋完了以后，然后出来很多黑蝴蝶飞走啊，黑色的蝴蝶。这个因为你在修的过程中真入三摩地，你是空性的嘛，不是从肚皮穿出去走，是你在空里面，它从地上飞走啊，这就是什么超度了，它已经飞升了嘛。啊，飞升了，所以有一些是飞升，有一些是出体，是不同的，啊，所以是在修，你们在修地藏菩萨本尊法会有这个现象，啊，会有这个现象，啊，所以是大家要修所有的诸佛菩萨的三昧也行，都是法，都要从法义上理解，包括这个喜杖，啊，大家看到这个九环喜杖，九环喜杖是什么意思？喜是休息的喜，调息的息的同音。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喜杖了吗？是这个杖是中空的，叫吹火筒，又代表你的中脉啊，所以是从你的这个身体里面中脉要有这么一个什么金箍棒。啊，要有个金箍棒，要有个中空的吹火筒，啊，这个你们修过这个基础课啊，聚灵法，还有这个中级课的这个啊，这个吹火筒法，那么这些功夫的你们都就知道了。所以是要调息，用风息去鼓动下腹腔的火，这是九环喜杖的目的，啊，九环喜，为什么是九环？大家知道大部分人讲到我们体内都是三脉七个轮，实际上我们要修九个轮啊。除了体内的7个轮之外，我们顶上离自己的头顶的3尺3，再要修一个法界轮，叫梵天轮。它不是我们的顶轮，是梵天轮，是宇宙的轴心开始的那个轮。啊，这个你们在释迦牟尼的古庙上看到庙顶上再架起还要有一个小悬，哎，那就是梵天轮，啊，那是第9轮。还有一个轮在哪呢？地藏轮，就是地底下的地心里面还要修一个轮出来，这是天轮，那是地轮。这是从地轮1开始数，数到天轮19，从天轮数往下数，天轮为1，数到地心轮是9，这是9天9地的来历，啊，所以是它是9环喜杖。啊，9环喜杖。那么9环喜杖呢，它有4个像葫芦一样的，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又代表什么呢？代表你身体很重要的4道脉：任督二脉和卯酉脉。中脉能够真正贯通，非得要这个卯酉脉的能量从下，不是从左右旋转。它到满的时候，它是从上往下灌，从海底轮涌上来。这个2个脉的力量要涌上来，任督二脉的力量也是从上往下聚在海底轮，然后地涌金莲是这么涌上来的，是靠着4道脉乃至边上的4基脉，就是你们知道的8棱，这个8棱柱台顶起的紫金莲，这是气脉，也就8脉道修成了之后顶起的紫金莲，为10相紫金莲台，10相金刚台。你们在这个16观中见到金刚台、紫金台、这个金莲台，啊，这个是这样的功夫，啊，是这样的功夫。说是地藏菩萨，他跟我们肉身光化这个报身成就是绝对离不开的一部10项高级功法，是功夫，大家一定要去从这儿去认知它，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只是念诵一下、热闹一下、礼拜一下，这就把这一部法给不叫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叫浅般若波罗蜜多。太浅了，啊，所以要懂这一根9环喜杖。当然，这是大家看到的是紫金莲台，紫金莲台有一个金刚杵，代表你的黄庭，往上是心部、喉部、头顶部，目尼宝珠出体。这个出去的那个宝珠呢，就叫明珠照彻天堂路，是你不死明典金刚佛身。从头顶涌现出体而完成的，叫今夕震开地狱门。只有通过呼吸法、调息法，然后这个金就是呼吸，风为金嘛，然后说是今夕调息，然后呼吸法才能打开地狱门，知道了吗？只有用那个火龙珠，这个火龙珠才能打开地狱门，这是个钥匙。打开地狱门里面，把地狱的众生都度尽了，你的功德圆满了，然后你的不死明典变成一个丽珠上天堂，啊，这个明珠照彻什么天堂路，顺中脉涌现出顶轮，再到什么法界梵天轮，这就成功了。啊，这就成功了，这就不死了，就是我们说出了6道轮回了，啊，那么当然还有下来再修的方法呢，将来再说，啊，那么化现本尊这些就是再回来再修。当然呢，我们现在大家的功夫还没到这一步，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修一生成就的命功部分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能好高骛远。那么今天只能给大家把这个信息连通，啊，把这个链条接上，把这个通道给大家建起来啊。那么大家照样可以练啊，照样可以用自己的星光画线，但是真正要等到命身真实成就，成为真正的地藏本尊，是要命功跟进的啊。前期只是做一点福报，做一点小功德。 等自己的命功跟进以后，自己真正化现地藏王菩萨的时候，才是真正利益众生的时候。这是要命功跟进的，啊，所以是这个部分呢，是在真正的开始传法之前呢，给大家讲一下的。这个在修地藏菩萨四法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个一定不要用大脑，啊，那要用心。什么是心呢？刚才跟你讲了，用心内向的真，心内向的真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远离八识，不可以左思右想，前思后想，不可以靠想象力，而靠自己的心光画线。 这就是必须在止观法的基础上修炼，啊，在无为法里面修炼，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开始真正，传法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带止观，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会在快速带止观，啊，不会像这个2个小时来修止观，但是呢，你们如果是真正你们有这样的大福报。 进来修地藏本尊法或者其他的本尊法，一定要把止观2个小时以上的止观要练好，真正的颅脑腔、胸腔、下腹腔都要有真实的光。第一个层次是气线有热感，第二个层次是光线有敏感，那么最后才能够真实的打开黄庭轮、黄庭的密窍。 要用其光复归其明，那个不死明点才能真正的显现，才能成就自性尊，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在这里给大家再提醒的。其他的呢，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啊，这个已经讲了3个小时了，给大家这个10来分钟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进入传法的这个部分啊。好，谢谢大家，休息一下。